10月21日，谭俊彦、张颖康、邓佩仪、刘佩月、蒋嘉文等艺人现身观塘，宣传台庆剧《换命真相》，大家在现场大玩游戏，十分欢乐。谭俊彦与张颖康已经合作过3套剧。谭俊彦指，由于二人话题天马行空，女同事都怕了他们，因两人不是经常见面，每次见面就会有不少话题说个不停，两个已婚男人也不会只谈带小孩经。谭俊彦今次为剧集唱片尾曲，他觉得是个好机会，而剧中会唱歌求婚，监制也觉得他适合唱这首歌，希望日后有首歌可用作表演，为他带来多个赚钱机会。问到会否想出唱碟，他表示不会，唱歌只会当是一种享受，我自觉唱歌没有天分，不如这句严明熙声量。谭俊彦亦有鼓励张颖康唱歌，不过对方觉得既要练歌又有压力，不如拍戏舒服，演戏自我发挥较大。香港报道。